欢迎大家收睇国行电讯嘅 YouTube 频道。咁喺6月25号咧，我哋有好详细咁样介绍过呢部 vivo 2X5X 嗰部机咧系黑色嘅。今日拍呢部今日再拍片咧系主要睇翻呢个极光颜色。咁呢个极光咧，你会见到系有蓝绿渐变嘅。咁呢一橛咧就比较蓝色啲嘅。咁而呢一度咧系绿色嘅。咁我拎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拎出嚟。同樣是有水波紋的，咁樣睇得清唔清楚啊？大家嗱，呢部機已經是升級到三個鏡頭啦，咁有超廣角功能嘅，啊，咁係用上性能相當之唔錯嘅曉龍710啊，售價方面只需千幾蚊，係相當之抵玩。咁規格方面都比較多選擇嘅，咁我歡迎大家上嚟我哋個 Facebook 啦，咁睇翻嗰啲規格嘅，咁係極點全面屏嘅。極點全面屏，全面屏。咁個 mon 嘅 size 有 6.53 寸大 mon 啊，有大電5000毫安大電啊，三卡槽，3.5mm 啊，遊戲模式 4D 震感啦，3D 環繞啦，全部都有啊。咁所以實用性呢部機係相當之高噶，加上係比較新款，係呢個月先出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考慮買部大 mon 機咧，咁你不妨睇翻呢個 vivo 2X5X 啊嘅光色或者黑色。好啦，咁今日講住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啊！最後要呼喚翻我哋個 WhatsApp number 係97964328噶。我哋个 Facebook 咧系国行电讯，YouTube 频道咧都系国行电讯嘅，咁欢迎大家追踪啦，咁你哋会收到最新嘅资讯噶啦，咁有好多嘢我哋都系摆上 Facebook， 咁依家都系 Facebook 为主力嘅，啊，呢个蓝绿渐变都唔错，如果你需要唔想玩呢啲即系比较鲜艳啲嘅颜色嘅话咧，如果你系比较稳重啲嘅咧，咁你可以拣翻部黑色嘅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，拜拜。